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10月26日的英文新闻。对不起，杰西最近天气冷，所以什么事都不做。好，没有关系，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的世间的大新闻，就是日本的公主结婚了。好，她叫做真子 Mako。 好， Japan's princess Mako has married her college sweetheart Keikomuro, thus losing her royal status。好，日本的公主，这是主持。好 ，Mako， 对不起，她的名字啊叫真子。好，是这个真。然后杰西打的时候，打成另外一个真子，就是另外一个真子，就是那个恐怖片里面那个真子。好，然后她嫁给了好 ，has married， 今天下午两点结婚的。好，嫁给谁呢？嫁给了她的大学的，就是应该就是同学啦。好 ，sweetheart college sweetheart， 好，原来男生也可以用 sweetheart。好，叫做小士龟，是小士龟，没错，对。好 ，thus 因此，好，这个字是一个副词，但是呢，它的后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加动名词这样子。好，总之就看到有一些句子字典里面。例句都是这样子用 ，losing her royal status， 好 ，losing 就是丧失了，好，丢掉了她的好皇家的身份，好 ，royal 的话是皇家 ，status 是身份状态，这样子，好，就等一下下面会解释，好 ，under Japanese law， female imperial family members forfeit their status upon marriage to a commoner， although male members do not。 好， under 是在什么什么之下，在日本的法律之下，这个还有法律的哦。 female imperial family members， 这是你的主持，女性的。好， imperial 也是皇族的，皇家的这样子。好，皇族的，皇家的家庭成员。好，那是主持。 forfeit 是你的动词， forfeit 的话就是丧失了，被没收，这样子丧失了他们的身份。好，就是丧失他们皇家的身份。 upon 就是在什么什么的时候，在结婚的时候， upon marriage to a， 好，在什么时候呢？结婚。好，这个婚姻是什么样呢？跟谁的婚姻呢？ commoner 就是平凡人，就不是皇族的人，就是平民，就是平民。好，这个的话呢，女生就嫁给平民的话，就变成平民了。但是男生的话就不会，这不是种族歧视，这是性别歧视啊。好，女生就不是皇族了，但是男生娶平民老百姓还是皇室，还是皇族这样子。好，就是。不公平。 She also skipped the usual rites of a royal wedding and turned down a payment offered to royal females upon their departure from the family. 好，她同时呢也 skipped 是跳掉，对不对啊？就是不这么做的意思。好，就是没有办一般的那个皇家婚礼的仪式。 rites 指的是一个习俗仪式，它是一个仪式。然后呢，而且呢 turn down 就是拒绝了。好，所以这个 end 是连接这个动词跟这个动词。好， skip 跟 turn down。 好，拒绝了 a payment， payment 就是一笔钱。好，这个钱是怎么样呢？这边有个分词构句， offer to royal females upon their departure from the family， 提供给那个皇室的女生。好，什么时候提供给他们呢？在他们从皇室当中离开。 departure 的话就是离开的意思，这样子。所以呢，皇家婚礼不办了， 皇室婚礼不办了。好， 皇室要给他这一笔，就是都会有的，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我看了一下，3000多万、欸、他居然也不要。好， She's the first female member of the royal family to decline both。好，她是第一个皇室的成员。好，怎么样呢？ To decline， decline 就是拒绝。好，两个 both
拒绝两者就是指皇家婚礼跟拒绝那一笔钱。哦，之前可能有人拒绝了皇家婚礼，但是钱为什么不要呢？再说他的，我刚看的新闻，他老公好像那边还有金钱的纠纷的问题。Anyway， 就是他这个婚礼就是在日本的话，备受争议，就是他的老公也是。好，他老公好像这两天才回国，回国的时候绑个马尾这样子，然后就是新闻，我看的是英文新闻，因为新闻就写说这个，对，这发型就是你知道，哦，大家就是看日本人，就是他们保守的地方很保守，但是呢，就是开放的地方好像很开放，但其实他们一方面又很保守。你去看那种正统的公司啊，正统的绝对不会有人是绑马尾的那种发型，你不会看到有人留长头发什么的。日本你要进好公司什么的，你毕了业，好，你要进公司之前头发一定都要剪掉，好，不会有那种。所以他光回来然后绑马尾这样这件事情就让日本人很多很不满，好，去日本人，哎，就是他们对于皇族就是跟皇室跟英国人一样都很就很关心，就是好，台湾人就没有那么，台湾人没有皇室，所以不用太在乎。好，那我就不再念一次，我们直接看单字。第一个 princess 公主，好 prince 王子。第二个 thus 副词，因此。第三个 royal 形容词，皇室的。第四个 status 身份。好，第五个 imperial 形容词，皇帝的，皇室的。第六个 forfeit 动词，丧失，被没收。好，第七个 commoner 名词，平民。第八个 right 礼节仪式。好，第九个我刚忘记写了，第九个应该是 decline。 好， decline 拒绝。好，中文这个自己要记一下。好，再来我们又看到的还是上次讲的那个Alec Baldwin。 好，上次我就讲说他为什么不是射中另外一个演员，为什么是射中那个导演呢，两个导演呢。好，结果出来了。好，因为这个是法律文件讲的，我们先看一下好了。 Actor Alec Baldwin was drawing a revolver across his body and pointing it at a camera during a rehearsal on a US film setWhen he fired with tragic results, legal documents have revealed. 好， legal documents 就是法律文件， have revealed 就是显示。好，这个文件出来，因为它就是这已经是一个案件了。好，案件的话就是他自己 Alec Baldwin 他也不能讲什么话，旁边人也不能讲什么话，所以就是法庭去调查出来的文件才可以讲。好，所以这个是法律的文件，好，显示了什么，讲了什么，这样子。好，就是呢，这个 actor 是演员，好，亚历鲍德温，好，他是怎么样呢？ Was drawing a revolver。 好， drawing 的话就是那拔出，就是在讲武器的时候， draw 这个字很多意思，好，最常见的是画画。好，这边有拔出枪，拔出剑这样的意思。好，拔出一把Revolver 是左轮枪。好， across his body， 好，横越他的身体，我不知道，应该就是从那个从身体的某个地方，可能从左边，然后把枪拿出来，划过身体，就枪放在左边，欸，不对啊，为什么会这样放？ Anyway， 我也不知道。好，右手去拿，这样划过身体，总之呢，就是把枪拔出来。好， pointed it at a camera， 好，把它指着，对着，相机，这边指的应该就是摄影机的意思。好，对着镜头，对着摄影机。 during， 好，在什么什么期间，在一个 rehearsal 的话就是排练，好，排演的意思。 on a US film set， 在一个美国的，因为这是 BBC 新闻，所以他特别讲美国的电影的场景。然后呢 ，when it fired， 这边的话就是英文很常见的过去进行式。好，这过去进行式就比较长的动作，这个动作正在做；比较短的，好，就是开枪。那么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被打断了。好 ，when it fired， 这个 it 指的就是这个 revolver， 就是你的左轮手枪。好 ，fire 就是开枪。
好 ，with tragic results， 好，有了悲惨的结果。好，这边的话，因为这样就会解释了，因为啊，这里面有讲得很清楚。另外有的有讲到，就是那两个导演，就是站在一前一后，再要看一下说，哎，在站在镜头后面，想说，哎，可能就是他们导演都会去看镜头嘛，就看说，哎，这个场景拍起来是怎么样？对，为什么会对着镜头开枪呢？好，我还是不懂，但就是他们的文件这样子说，对，大致上就是知道为什么好开枪射中的不是别的演员，是那个导演这样子。好，我们再看一次 ，Actor Alec Baldwin was drawing a revolver across his body and pointing it at a camera during a rehearsal on a U.S. film set.When he fired with tragic results, legal documents have revealed. 好，第一个 draw 好，动词拔出武器的意思。第二个 revolver 名词左轮手枪。好，第三个 rehearsal 名词排演排练。嗯，就是对，就是在正式演出之前先排练，那个就是 rehearsal。好，第四个 set 啊，场景。就是电影啊电视拍片的那个场景，一个 legal 就是法律的，六个 reveal 动词揭露。好，非常感谢大家宝贵的时间收看，欢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喜欢的话欢迎按赞，杰西有脸书 blog 跟 YouTube 频道，欢迎订阅追踪分享。好，我会更努力的，最近太偷懒了，对不起。好，谢谢大家，下次见，拜拜。